好，我是 Amy，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Amy 在这里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那么在去年，大家已经通过了 Amy 的零基础蛙泳以及这种的一个教程，顺利完成了两种泳姿的学习，在今年也完成了提高教程的一些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仰泳的基础部分练习了。那么在正式的仰泳教程开始之前呢， Amy 将会为大家先梳理一下我们学习一个仰泳将会通过一个怎么样的顺序进行学习，为了方便大家以后可以自学的时候按照一个规范的流程进行学习的话，会学得更好以及更快。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吧。学习内容就到这里。今天这节课呢，我是针对仰泳的一个顺序学习进行梳理，在后面的视频呢，我将会针对每一个部分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留下你们的点赞和转发，分享给你们身边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来学泳吧。下一期再见，拜拜。